者刘冰泉南投报道，受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全台气温下降。玉山虽然没有下雪，但在清晨也出现雾凇。冰县海拔3500公尺以上山区都能看见雾凇美景。为中午气温回升，步道结冰，雾凇才消融。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（简称玉管处）表示，上午北风气象站温度为-4.8度，排云山庄温度则是-2度。山庄人员巡视步道情况，都能看见黄白色的法国菊以及红色的玉山小檗等植物出现雾凇现象，呈现十足的冬季高山景致。玉管处也提醒，虽然尚未下雪，但在海拔3500公尺以上，气温仍多在0度以下，步道结冰情况还会出现。呼吁山友登山应做好保暖工作，并注意步道情况，尤其主峰峰口以上路段，更应确认路况后再推进，以为登山安全。